韩媒报道，22日于京畿道某购物中心前，在各种电视剧、电影中活跃的某知名演员 A 某，车辆与反方向行驶过来的机车发生冲突，机车骑行者 B 某受重伤送至医院，后在移动至大型医院，申请直升机途中心脏停跳身亡。网友评论：保持尊重，在出来明确消息之前，不要乱猜测任何人。可惜还那么年轻，开车要注意安全，逝者安息。非凡娱乐实时。